喂，张扬，是你吗？我是陌生来电，也可能是打错了。不是，刚刚我爸妈在，我怕。我在车上，明天中午就能到。手机没电了。工作人员是让给家人打个电话报平安。我也没谁可打，就随便打给你了。太好了，你终于有消息了。你现在在哪儿啊？还在广州吗？安全吗？你什么时候回家啊？身上带钱了吗？这个号码是谁的呀？如果我想联系你，可以打这个号码吗？都打多长时间了？能不能快点啊？好的好的，不好意思啊，我马上。啊，你这么多问题，我该回答哪一个呀？看到广州下雪，我每天……不，我和张杰每天都很担心你，你得回答我每一个问题。手机是车上工作人员的，大家轮着打电话，都排着队呢。我得挂了啊。那你几点到啊？怎么就说这两句话？妈，你还好吗？怎么这么久啊？啊，好了好了。我看你一直没吃饭，吃吧。你不是说手机没电了吗？你打给周静忙，那肯定没电。我玩游戏就有电了。快吃吧，这面包挺好吃的。你自己吃吧，我不饿。张扬，三、二、一，春节快乐！虽然说今天过年啊，随便上网，你也不能跟长在电脑上一样，瞎干什么呢？啊，春节晚会的重播。哦，我看你今天一晚上净跑厕所了，错过不少好节目吧？是不是闹肚子了？来，把药吃了。谢谢妈妈。你谢我的最好方式就是好好学习。妈，好好好好好，今天过年我们不太学习，好吧？那你忙你的，早点睡觉啊，小心眼睛。嗯。